天冷了，撑下热裤子，来个八爪鱼，再来个鲍鱼。又说是没大锅。只要你喜欢吃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呀妈，小两口子不过日子了，又整这一锅，这一锅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家有船呢，一包海鲜才卖几块钱。那你给我来200块钱的。200块钱的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两百块钱不就才那几包？咱们家一张用不完，等一下还找你呢啊！来，等我，先别吃了，快上台去。好嘞。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哈，这个啊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三包的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下面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壳无泥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袋这样的城隍肉。等一下，今天给咱点红心的哥姐再送两只黄金腰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.9，还包邮呢。哎妈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